重阳会中央节，希望咱今仔日大家会当点只快乐的一天，请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日日快乐。啊，即马刷落去，咱要来唱咱的会歌。亲自来向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乡亲长辈们问候致意。我们都知道北加州台湾长辈会是1981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7年的历史。在这过去37年的这个岁月当中，由于我们历届的会长以及现任的林典博会长卓越的领导，还有我们所有这个湾区的这些乡亲朋友们大家的共同支持，使得长辈会的会务在过去的37年当中，这个发展蒸蒸日上。现在已经有500多位会员遍布在湾区各大城市当中，而且每一年都会举办许多服务我们长辈乡亲的这些活动，让我们这些长辈们退休的生活能够更加的精彩充实。同时行有余力还经常的协助我们湾区的台美社团举办许多的活动，说积极的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提升台湾的知名度，成效有目共睹，非常的令人敬佩。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它的日期是每年农历的9月9号，因为有两个九相互重叠，所以也有那个称作九九或重九。但不论是九九或重九，都有这个长寿还有长久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传统社会当中也称之为敬老节。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北加州台湾长辈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重阳敬老的这个活动，来发扬我们传统社会中敬老尊贤以及孝道的精神。最后我要代表古金山班叔叔全体同事祝福各位长辈乡亲，大家富贵长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司长。接下去就是汪明会长讲话。非常感谢马处长特别来跟我们致辞跟褒奖我们的长辈会所做的事情啊，他确认我们长辈会过去几年来所做的工作。今天是重阳节，我代表长辈会来欢迎大家
很热诚，很爱这个会，来参加这个重阳节的会。但你知道重阳节是以前台湾传统上就是敬老尊贤的一个会，就是说我们虽然年纪大，不过还是很尊贵，还有一个智慧，会人生当中走了很多好的路程，给这些年轻辈子来仿效。那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代表我们的给人家尊敬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今天是这个庆祝重阳节的会，我们应该大家啊，光大物去哦，我是委屈，现在大物该话都讲回去了，因为我现在在为台湾等来哦，啊台湾拢讲迄个话，啊所以说变习惯，拍死。所以咱爱为了庆祝这个话，咱今日大家应该真欢喜快乐来过这个庆祝哦，来庆祝个回归。啊，其实我要先说感谢咱今日有真侪来宾，尤其是特别邀请港员贵宾哦，啊，搁一挂哦来志工来替中部会表演的一挂人，啊，搁一挂。一寡义工，啊，搁咱中部会的同事共同来吼，举办这个真好诶，这个聚会，互咱大家一旦来遮享受。我是讲，咱应该吼用拍鼓啊声来个说，甲遮主办的人吼来感谢。好，那请你们，起码咱上会这里，我的右脑还对不对？98岁，哇！
历届女士，好不好？好，98岁。一个叫干净的是一是你外州换来的家州，所以呢，伊两千十七年加入咱的会员，加入了啊，拜拜来做师傅，喜欢咱这长辈会哈。OK， 所以好，来今天颁奖个家，无管你是要来颁奖还是你这里有他，赶快跟他一起去颁奖，你家祝福恁大家都会当好个大聚会哦。谢谢。好，再祝福吴主任教师。吴主任真客气，但是讲完这样长的时间，谢谢吴主任。周牧师，站起来一下，周牧师。OK， 好，谢谢。再来。好，可以。金龙虾来了没有？阿丽娘娘。我们都知道陈医师哈，伊嘛是咱的前会长。好，过来许国荣先生来了没有？好像还没到哈。OK， 来，过来，咱要特别介绍的是台湾同乡联合会林会长，新会长。可是林会长就无缘，所以今天派几个代表来，阿吉。陈义志先生来代表林会长啊。啊，再来，我们要欢迎我们最。对我们长辈会最守候、最关心，还是台湾鬼冠的那个理事长陈德辉先生。我看这个数据讲，我们的长中辈会有三 group， 另外有人守候就是两边的长青学院，过来就是台湾会馆，因某四年辈，你嘛唔知影这个情形的是是希望参加的，当家台湾会馆联络哈。谢，再次谢谢陈德辉陈先生。江新南医师好像还没有到哈，好，没关系。那我们最后欢迎那个Stanley 的喜南伊玛内利长青学院的李哲，你现在还是秘书长。